建立全球百业精英，弘扬台湾坚毅精神，台湾之光传扬世界，出类拔萃，无限感恩，为促进台湾的经济繁荣，百业欣欣向荣，发挥专业开拓国际化的销售通路。台湾之光百业达人协会2021年11月26日精选台湾各行各业12位的精英，特别邀请台湾史上第一位女性副元首，也是迄今唯一连任成功的吕秀莲前副总统亲自莅临台中真爱花园饭店颁奖，让台湾之光百业精英奖的得奖者除了倍感荣耀外，更能借由该协会所组织的平台开拓行销的通路，共创经济，并且结合团队的资源，将产品及服务推广至全世界，商业众筹，共创商机。记者邹志忠报道。大家好，我是康熙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品珍，那很高兴来参加这第一届的台湾之光百业精英奖颁奖典礼。我也是这个台湾之光百业达人协会的常务监事，非常高兴我们的理事长萧建宏，还有这一次颁奖典礼的主委徐永昌主委主席，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总干事郑一群，在大家非常的严密的筹备还有计划之下，找了非常多的台湾各行各业的精英，经过了一个严格的审查程序，终于诞生了12位得奖人，还有3位的入围者。那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吕前副总统吕秀莲副总统来颁奖，给这些得奖人一个更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奖人可以把他们从无到有的一个创业的方法，还有成功的一个经验，甚至他的一个精神可以把它传承，还有教育推广，让我们年轻一辈的年轻朋友可以了解，也可以吸取到这些经验，让我们台湾可以更好。那也希望这些得奖人还有入围者可以秉持着一个大爱的精神，来帮助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弱势团体多做一些所谓的慈善公益。那秉持着人积己积，人力己力，还有己力利人，己达达人的精神来回馈社会来做我们一个社会的企业责任，然后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那让我们的台湾在这个疫情之下，很多的弱势团体是募款不足或是募不到款的，让他们呢有机会能够募到更多的款，然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和谐更安定，这样呢我们才有办法让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立足台湾，放眼全世界，让我们的台湾在社会在国际上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我们台湾之光百业精英这次颁奖典礼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和目的。谢谢。